洗礼，就是资生堂的口红。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流行红唇，所以那个颜色都是很红，然后各位可以挑看看，我觉得反正是礼物，就差你平常没有用的。对，我刚好去找我的礼物放在哪里，我找不到，我等下继续找，然后我就放到桌上，大家走的时候就各拿一支。现在立刻去，等一下拍照的时候，各位可以擦一下，拍出来的照片绝对跟各位说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唯一今天要贡献给各位的一件事情就是。我在资生堂工作，所以我非常了解资生堂里面的商品。那各位应该听过开价跟专柜，开价的价格是专柜的价格的五分之一，事实上它的成分都是一模一样。对，它只有里面的香料可能有点点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鼓励大家去买？没有，这个东西请各位就是只能自。